This is your mirror. So that you can see exactly what you are inflicting upon the UN Charter with this destructive vote. This is... You are shredding the UN Charter with your own hands. Yes, yes, that's what you're doing. Shredding the UN Charter. Shame on you. Thank you, Mr. President.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5月10号，欢迎来到方大言，我是方砖。咱们今天讲一个突发的事情，就在2个小时以前，以色列的联合国代表就在台上拿着一个粉碎机，把联合国的宪章给粉碎了，闹得挺大，当成一个突发新闻。为什么？是因为联合国投了一个决议，被网传成消息是什么呢？是要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成员。那这个决议一通过，那巴以那不热闹了，一下炸翻天了啊！整个国际局势风起云涌，中国、美国、俄罗斯谁都跑不了，你我也跑不了，那是整个世界范围的大战掀起的一个序幕，哈哈。所以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乐子大了。但是呢，后面我们仔细看，事情是有变化的，并不像有些媒体说的那样子，并不是直接接纳，而是一个决议。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决议的诞生我仔细看了一下，怎么说呢，联合国想吃点好的就赶紧吃点好的吧，你存在的日子不多了。好吧，我来详细讲讲这事怎么回事。首先呢，今天联合国大会第10届紧急特别会议进行了一个投票，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通过了该决议，是压倒性优势啊，近乎于全票通过啊。那么这个决议认定巴勒斯坦这个国家啊，国家是带引号的啊，因为它其实上没有建国啊，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应当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啊。那么决议呢，就据此建议安理会重新从有利角度审议巴勒斯坦以会员国身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那么目前来看呢，巴勒斯坦国是联合国的一个非会员国、非成员国，它是以一个观察员的形式参与到了一些活动当中。那它不是，为什么？因为安理会有一票否决权，安理会不让它过。我们来看一下啊，说如何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简单来说，一共有4项或者说5项。什么情况呢？说它有个前提，叫凡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够接受联合国宪章所载义务的国家啊，经这个组织就联合国认定能履行这些义务的国家，就可以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这是一个前提。那么以下呢有几个申请手续，比如说第一个，你先要申请说正式我们接受联合国宪章所载义务的信函。然后第二步是联合国的安理会要审议，安理会15个理事国至少有9个要投赞成票，并且5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英国、美国和俄罗斯，没有投任何一个投反对票就可以通过接纳新会员的建议。然后安理会建议接纳该国之后，再交由联合国大会进行投票表决，但是必须有2/3多的这个会员国投赞成票，那么联合国大会才能够接纳一个新的会员国。那么好，观众朋友们，背景知识咱们大概就介绍到这里啊。为什么这件事情我说是联合国在加速解体，或者在中俄的推动下加速解体呢？这今天咱们再讲一下国际政治方面的关系。就是你会发现整个联合国的最大的权力其实在安理会里边，对吧？那么5个常任理事国，你看其实代表的是二战后以美英为首构建的全球秩序。咱们稍微倒两下背景啊，这个必须得说。5个常任理事国，刚刚说了，英国、美国、法国 ，OK， 二战主要战胜国，俄罗斯和中国，整个地球这一圈全包括了。
而为什么把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邻国都拉进来？原本美国是想玩一个制衡，啊，俄罗斯强盛了，我就亲近中国；中国强盛了，我就亲近俄罗斯。这是当时包括这个谁啊，尼克松访华都是基于这个战略，咱们以前说过不止一次了。那现在没想到这哥俩玩一块去了，这一下这个制衡就不好玩，他俩抱成一个坨了，穿了一条裤子，进行了负距离的接触，那就没辙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由中俄推动很多这件事情，美国一直是反对的。但是由于美国过去的一些错误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的思路，导致了美国在国际范围内失去了一定的声誉。那么更多的小国，有些国家愿意让自己老百姓吃草勒裤腰带，把钱省出来去援助那些小国去。那人家有钱赚，这一票干嘛不卖给这些有钱的大爷？啊，所以近些年或者近十年吧，联合国的这种中国化或者联合国的这种搞笑化，已经是一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它已经遮掩不住的一个事实啊。在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眼中，联合国越来越步入了之前国联的那个坟墓啊，那个老路上，而且目前看来它没有任何回头的迹象啊。那么眼下这个事情呢，以色列的代表就说的非常不客气。说你们现在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啊，让我感觉到恶心。那这哥们也是绝了啊，直接拿出一个小型的粉碎机，把你所说的这联合国宪章塞进去搅碎。为什么恶心？因为这个宪章要求第一点就是你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OK， 你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才接纳你。那你先告诉我说巴勒斯坦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你拿这话，我别看很多网上支持啊，支持美国现在很多大学支持，你真让他拿着这话说，你让他去约旦说，你让他去埃及说，都不用去以色列，你就去跟以色列为敌的周围的阿拉伯国家说，那些国家都会把你当傻子。最简单的例子，最近我听说的消息啊，伊朗那谁啊，埃及啊，关闭了跟加沙的边境，一个巴勒斯坦人不许放进来。哎，你不是人道吗？你不是对吧？怎么不？因为历史上巴勒斯坦人到了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发生政变、发生叛乱啊，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民不聊生。当然，我们说从整体来说，巴勒斯坦里边有没有好人，有没有无辜的人？当然有大把的。但是，像哈马斯这样的组织在里面，你说谁能平安，谁能放心呢？所以首先巴勒斯坦在没有解决哈马斯问题之前，你不是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爱好和平的国家，你怎么能够加入呢？就是一个表决本身就不通过，对吧？啊，更别提这个事情本身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不合法律的。他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尝试绕过联合国的权力核心安理会啊，来通过这样的决议施压敦促给这些国家的民众啊，或者说是决策层民主国家嘛，施加压力。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和运动，而不是一个正常的国际纠纷的讨论，它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啊。所以为什么说背后是中俄呀？中东这个地方不止一次的想把美国为首的势力踢出去啊，中俄联手的中东地区扶持了太多的代理人，对吧？咱们都知道，不管是在阿富汗事件上，在这个伊朗事件上，中俄跳得比谁都欢，所有人都看在眼里面啊。包括现在中国国内说啊，舔俄、舔普京啊，黄俄分子依然是一个主流的这么一个群体，你就可想而知真实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时代观测的一个窗口。有些人总觉得你们不是要民主吗？一人一票啊！说这话的人根本不懂政治，也不懂民主啊！这个世界，你觉得可能是由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的吗？你真的这么觉得吗？为什么要有代议制的民主，而不是全民公投？因为民众的思想和意念啊，是可以被洗脑、可以被操纵的，对吗？就像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啊，就像台湾和中国的关系，你如果把防火墙打开，让整个自由世界的思想洗涤中国大陆十年，
你进行公投，可能有一多半的中国人不认为，就洗涤之后啊，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你现在防火墙开着，啊，是吧？不断的加高，你现在让中国人的投票，就中国大陆人投票，你说台湾是不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啊？我告诉你，95%的中国人，99%的中国人会投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你信不信？我跟你打赌。这就是啊，言论民意被导向扭曲的，因为好多中国人他真信。那这种单向的透明的这种洗脑，你怎么能够作为一个权衡的依据呢？所以一个世界的体系自古以来就没有绝对的民主，您听明白了吗？啊，以美英法中俄对，中俄为这个为核心的一个世界框架运行到今天，其实已经超负荷运转了。啊，当中国想建立啊，咱们圣上是吧，亲自主义亲自部署，想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霸权体系的时候，这个五国框架，所谓的常任理事国框架，就已经面临分崩离析了。啊，从他想挑战开始，为什么我说中国是新一代的三战的这个战争策源地啊？您记住我这个结论，我一年前、两年前我就在说这个话，我今天还是这样说，未来我还会这样说。战争可能会推迟，但他的野心绝不会推迟。从他有这个野心开始，俄罗斯就像苍蝇闻到肉一样，你看这机会来了，他们俩一定会扎在一起。是不是啊？俄罗斯想摆脱过去，就像之前二战为什么爆发，熟悉这段史的朋友都知道，因为一战德国战败之后，德国的那个鲁尔区是吧等等被割得太惨了，所以德国天然的有发动二战的动力，中俄这次联盟也是如此啊。当然话题扯远了，说回到本身上来，关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纠纷，我个人认为只能通过漫长的谈判和利益交换来达成啊。当然如果从信仰角度考虑，我有另一套说法，那是我另一套想法，那是基于信仰的。但是我现在是一个，我此时此刻的身份是一个时评人，我必须按照这个世界的原则来考虑，那我就只能支持以谈判啊。因为你说这块地儿原本是以色列的，以色列被赶走了，然后现在人家回家了，你能说人有错吗？没有错，尤其在二战的时候是吧，又遭受那么大的迫害。但是呢，你要说巴勒斯坦人，那你以色列走了之后，我搬到你这儿住了，我又何错之有呢？你又没有在那儿有一个国家说这是以色列的，不许在那儿存着，那信仰还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是一个真的很艰难的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各周围的国家，哎，你们都分一分，都分出点地儿来，多分点，把这个国家给它占下啊，两个一边一个，再不然就打。现在就走的是打的路线嘛，以色列的国土是打出来的。所以怎么说，这是一个真的很复杂，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问题。那现在国际上这种支持的声音，它背后是政治的算计，而不是说啊什么正义啊、公理啊。包括这次表决，他想绕过去，但是绕不过去，最终目前还是得通过安理会啊。而联合国能够允许这样的表决，已经向整个世界的真正的秩序支持者，美国包括北约这样的国家发出一个明显信号，联合国的内部已经被渗透成筛子了，联合国的构架已经不再稳固了，联合国已经从一个帮助统治或者帮助维护这个世界秩序的工具变成了一个扯后腿的垃圾，那么距离它解体就不远了。 OK 啊，你一定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有资本家他建了一个工厂，那么村子里的工人就能够有打工的啊，就能够挣口饭吃。除非你这些工人自己牛逼，你能够自己建厂，你自己找到路子，能够从原料产地，能够从加工的工艺，还能找到市场，你能够自己运行一个市场，玩自己的那一套，那 OK 你去玩。如果你做不到，你告诉我你应该恨这个资本家还是感谢这个资本家，对吗？这个世界的体系是建立在那些掌握着科技，说的再直白一点，这个世界的文明体系是建立在强大国家的基础上，是建立在有科技文明的国家基础上，是这些国家维系的目前这个地球的和平，而不是那些动不动就招猫逗狗
像三胖这样的，动不动想着打别的国家，像有些国家一样，流氓国家俄罗斯一样，动不动想侵略别人的国家，不是这样的国家维系的这个世界的和平，而这些国家恰恰是世界和平的这个破坏者。说实在的，让俄罗斯在安理会里边坐一天，我都觉得这个联合国早就解散算了，是什么垃圾地方，好吗？我相信如果这个矛盾不能解决，如果中国继续玩下去的话，啊，就像以色列这样的事情啊，让更多的有志之士，更多的国家感到寒心的话，你相信我，未来的北约或者未来的什么其他的组织，他们会重新搭一个台子，会形成一个他们新的秩序来取代掉这个旧的秩序。不会有一些粉红，你们脑子动动脑子想想，我看到有些留言真的让我哭笑不得。这个世界从来不会因为弱者的哭嚎，哈哈，而为弱者建立一个由弱者来主导的，或者说由野蛮和愚昧来主导的世界框架。有些国家也许它不强，刚才我说的不够严谨啊，有些国家并不说为强者，让有人理解我说好像我是一个啊什么什么这个物竞天择进化论支持者，不是的啊。国家有的国家强，它为什么强？那是因为它有文明，所以文明是这个秩序的一个重要基石。我说的再全面一点，好吗？啊，文明，哪个国家、哪个联盟、哪个国家有文明，充分的文明？这个文明体现在制度，体现在民生，体现在经济，体现在福利，体现在等等等。那这些国家就会构成一个骨架，而其他的国家，你是依附于这个骨架才能生存的。如果不信的话，就拿中国举例子，让中国回到尼克松访华之前，看看中国人过的什么日子，你就什么都清楚了。那好，咱们今天话题呢就聊到这里。对于本期内容有什么观点看法，欢迎评论区留言。如果喜欢这档视频的话，欢迎您点赞订阅，打开旁边小铃铛。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